我们什么已经是10月的最后一天啦，31号喽 ！Hello， 大家好，来到了星期三，我小玉啦。那今天呢是万圣节，那你是不是有奇装异服的去上班还是出门呢？那当然，可能在我们这一边呢，你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啦，因为当你这样子穿，可能你身边的朋友呢会以一个异样的眼光来看你哦。只不过呢，我之前啊，早期啊，像我到香港去啊，还是我到日本去呢，我会发现啊，就是在接近这几天，因为今天是正日嘛。 还是前几天呢，你已经发现到大家都cosplay，然后有的啊就是厕所的用品呐、啊，然后甚至呢英雄人物啊，什么幻化成你所想到的你周遭的事物，一朵花，它都可能装扮成为它自己，然后呢走到街道上，然后日常的生活吃东西聊天，然后甚至搭地铁，所以你会发现说哇好奇妙哦，你周遭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色彩了呢？然后你身边好像变得童话世界一样了，然后英雄。 人物呢就在你隔壁一起搭地铁，那一种感觉是不是很特别呢？所以来到了今天呢，我们已经不要再说哎呀万圣节怎么来啦这些东西，我想大家上网就可以找到。不如我们说一下今天万圣节我们可以做什么好不好 ？OK， 来到今天万圣节呢，其实活动很多的啦。当然刚刚不是说嘛 cosplay 吗？虽然说啦你没有奇装异服的走到外面去啦，可是你可以参与派对啊，你就可以有装扮啦。因为我身边呢有一些朋友呢，他们上个星期呢其实有参与一些 party 了，然后就已经有画了那些比较恐怖的一些妆容，那我觉得说很新鲜也很特别的。OK， 再来呢，其实呢，你们有发现每一次说到了 Halloween 万圣节，总是会出现了很多的南瓜，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就喜欢来一个雕刻南瓜灯，那其实呢那感觉呢也是非常棒，也是一个艺术品的。OK， 再来呢，你可以啊自制一些食品啊、甜品啊，都是跟万圣节有关的，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还是邻居吃的，还有一些。 恐怖的摆设品呢，随处都可以卖，你也可以买回家来布置一番。然后再来呢，带着你的孩子呢去讨糖果，没有糖果的话呢就要捣蛋。那我觉得这习俗呢，可能你也可以尝试玩一下的。OK， 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听别人说恐怖的故事。那这些呢，都是一些今天可以进行的活动哦。好，这时我们来看一下法国，有的是 Mosem。 周润发和郭富城主演的电影《某商》近日在全球票房中获得了近15亿港元，大约马币8亿令吉的好成绩。而电影公司为了慰劳一众演员，举办了电影庆功宴。早前在北京的慰劳宴上，法国法首送出3封美金红包给大家抽奖。而这一次回到香港庆功，豪爽的法国当然也不会吝啬。 今日佢應該準備咗，我唔知係美鈔定係港紙啊。我冇問佢，總之唔係無雙差。係啦，係。對於票房成績如此理想，導演表示完全因為法哥到處跑，為戲宣傳。我嗰日搭嗰陣時，我哋6億票房，我覺得法哥跑有1億翻嚟。哦，而家咁樣咪2億幾咯，爆咗。咁我樂意嘅，因為對我身體又好咧，係嘛？對票房又幫助我。如果日日跑可以跑到幾億翻嚟，我啊～ 枕住跑1年都得。大家都说这次发哥是英雄回归，不再演烂片了，但发哥表示一部好的作品讲求天时地利人和，自己只是做好演员的本分。系做演员系开心嘅，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喺呢个行业咁耐嘅时候，你遇到一个好嘅剧本又好难，系嘛？即系如果我拍咗几十年戏，你数下我即系好嘅角色又唔系咁多，咁但系呢个行业都要我哋去支持噶啦，我哋咩戏都要拍噶啦。 咁拍拖下次仲拍，都几年之后，几年之后，唔好啦，打铁趁热啦，你趁我而家砰砰声嘅时候就拍多啲啦，系嘛？系咪嚟紧会开戏啊？开戏，过几日啦，拍噶啦，过几日，系咪都系嚟啊？唔讲得住一次，又唔知啊，爱知啲。 据知法哥演绎华家这个角色是由郭富城推荐的，果然是会演是英雄啊！咁因为自己做唔到一个法哥咁靓仔，又咁威猛，又咁英雄本色，系嘛？即系又咁呢个《喋血雙雄》，咁边个可以演到呢？咁一定系法哥啦。咁所以导演都一即系能够可以打动到法哥，因为导演嘅力量。 因为庄文强嘅剧本系好强嘅，同佢系名一样嘅。这次法哥跑出了10亿票房的好成绩，如果郭富城也一起跑，那么成绩会不会更好呢？时间唔啱啫，因为法哥咧佢系6点钟起身嘅，咁咧我系6点钟先做完嘢嘅。
即係我唔可能六點鐘做完嘢就去跑山，你想我死咩？一定係夾唔到發哥嘅時間。發哥係朝頭早四點零鐘起身嘅喎，神運嗰只嚟嘅喎。九點幾鐘瞓覺，你點瞓啊，大佬？九點幾鐘我哋仲喺度搏命緊，拍緊 action， good take 咁樣。時間上面依家多咗家庭咧，咁第一時間有時起身咧，第一時間就係抱下自己嘅女啦。我玩一輪，係嘛？一定要嘅。咁呢個係爸爸嘅責任咯。早前郭富城为53岁生日庆生，老婆方圆就上载了一张3人的全家福。郭富城坦言，往后的每年生日都会拍全家福，因为成家立室之后，更加的重视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恭喜恭喜恭喜成成，恭喜发哥！因为《某商》呢，他的这个票房呢非常棒的。那除了《某商》呢，那前阵子我看的一部电影呢，《The Mac》呢，票房也是非常棒的。而且呢，也确定说，《The Mac》呢将会开拍续集了。我想呢，一众的粉丝们呢，一定是欣喜若狂了吧？那这一部呢，就是你所看到的由 Jason Statham 呢，还有李冰冰所主演的《The Mac》。那他的票房呢，是非常的亮眼哦。那现在呢，他们的执行制作人啊 Catherine 啊就有说了，因为近期一直被大家问说，哎，这部电影到底会拍续集啊，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他说肯定是在计划当中的。那至于呢续集方面，一切呢还是在很早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也只能保密哦。不过呢，这部电影的另一位制作人呢，就是 Belle Avery 呢，他说有想过要在中国呢建这个主题乐园。当我看到主题乐园呢，我想呢我的心情应该跟所有电影粉丝的心情一样，是马上呢眼前一亮的。因为 The Mac 呢，我们都知道是以这个巨齿鲨为这个主题的，所以它的这个主题乐园呢应该很好玩，而且很刺激才对哦。那说到它的票房呢，其实呢全球的票房呢就占了5.2亿美元了，所以它已经打败了先前的这个纪录保持者空腹 Panda 3。 所以呢我想希望它的续集一出来呢，依然会让大家觉得说很棒很棒的。 OK， 那说到李冰冰呢，我想她已经在接很多的好戏啊好剧本了嘛。那除了她之外呢，欧萱也是一样的哦。那欧萱近期呢就接了一个新加坡的电视剧，她觉得说非常的新鲜，非常的好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改编自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新加坡奇幻电视剧《千年来说对不起》日前呢举办了记者会，出席的演员包括了陈星奇、欧萱、方伟杰、王玉清、沈佳玉、江长辉等人。电视剧呢一共分成了古代版前传，还有现代版的正传。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星奇，在《千年来说对不起》里，我饰演花彩月，她是个很执着的花仙子，她为了要得到悟空的原谅，他就等了他1000年。在《千年来说对不起》的前传，我饰演猪八戒；在《千年来说对不起》的正传，我饰演帅哥。帅哥是真的叫帅哥，这个名字叫帅哥，不是我自己叫帅哥的啊。这次演的猪八戒，我也是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东西，很难想象到自己这样的一个不是非常胖的一个身材，也可以演到猪八戒这样。所以呢，在化妆跟服装上有帮到很多，也希望自己可以带出不一样的猪八戒，把他的可爱啊、乐天啊，把这一些东西给他带出来。那证据呢，可能导演监制觉得，哎，还他一个好看的脸吧，也给我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帅哥，所以他的一个对比 contrast 是很大的。身为仙子，我们对飞来飞去，那些飞来飞去的都是我自己吊钢丝，所以我们有一场戏是花彩月往悬崖坠下，一大早就找了一个很大的那种 crane，然后就把我吊上去。第一个 take 的时候其实有发生事故，可能那个人拉了一个有点后面，所以我其实掉入树中。所以当时每个人吓坏了，每个人说你没事吧，兴许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挺好还活着。我的无职说，天哪，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艺人那么喜欢吊威亚，你不累吗？我说不会啊，我们再来玩几次可以吗？他们说你不累，我的兄弟们累啊。记者会上面，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之一的欧萱就表示说，这部剧呢，很大可能将会是他告别影视圈的作品了耶。就是他们找我的时候，我其实想了一阵子，因为已经隔了一段时间，我希望说我回来跟观众见面的时候，会是一部我很喜欢的戏，或者是我很喜欢的角色。那他们跟我讲唐心的时候，挺好玩的角色，所以我就接了。如果说我要告别演艺圈，我最后一部戏
会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让大家会一直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哎，其实Ocean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怎样怎样怎样的，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另外，虽然说电视剧的前传目前为止已经在网络平台播出了，但是正传呢也即将在八度空间播出喽，请记得锁定八度空间全马首播。千年来说，对不起。你依家收睇嘅系全马唯一现场直播中文娱乐新闻节目八百六十事。大家好，我系 Yanny 陈文欣。3 months ago, I was cutting grass in my front yard, and the mailman shows up with a letter from the army.Now I'm here.由导演 Julius Avery 执导的美国恐怖电影 Overlord 由多位 Netflix 大片演员主演，无预警上线，让粉丝惊醒不已。 Overlord 电影是由 Cloverfield 系列的第四部，以二战纳粹人体实验为题材，故事讲述二战前夕一群美国闪兵正执行一项关乎战争成败的重大任务。当他们逐渐逼近目标时，却发现自己身处的地方并非军事基地，而是纳粹阵营占据的村落。What is this? A thousand-year army. These thousand-year soldiers.无意间的闯入，让美国闪兵们发现了一系列不人道的人体实验，而恐怖实验所产生的超自然生物成为了他们即将面临的危机。究竟他们能否抗战成功，保卫国家呢？ What do you do with those people?近期呢看到的，我想大家都觉得太遗憾，然后也很震惊，然后也很惋惜的，就是金庸老先生他就是离开了。那他的这个作品呢似乎是无人不晓的，那只要呢你有看过动画啦、漫画啦、电视剧啦、电影啦，甚至是小说，你都会发现到他的作品真的是无处不在的。那当然对我影响最深的，我想呢应该就是神雕侠侣了吧。那神雕侠侣呢我自己也看过太多的版本了。那先说一下吧，金庸先生呢他生于1924年3月10日那他是浙江的海宁人。那他的作品呢脍炙人口的小说太多了，射雕英雄传啦、神雕侠侣啦、倚天屠龙记啊、天龙八部啊，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看到大的，这是电视剧的作品。那书本的话也是有的，以前会追看，当我看了过后你会觉得哇，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呢，就是做其他东西了，你会废寝忘食的，真的每一刻每一秒呢你都会在看，因为实在写得太棒了。因为里头他的人物呢刻画得很细腻很传神的。然后我说啊，我看到最多次的应该就是神雕侠侣了吧，杨过小龙女，那当中呢就有刘德华的版本啦，有古天乐的版本啦，然后后来还有陈晓的这个版本，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当然里头的这个角色呢每一个好像杨过啊、小龙女啊，甚至金轮法王，还有那个老顽童糟把头，这一些呢都是非常棒的一些角色。所以你想啊，只是其中我刚刚说的只是这个神雕侠侣而已，他有太多太多的剧作了，每一个人物呢都是非常深入民心的，他真的是一个奇才，而且呢他影响大家也真的很深哦。然后他在2001年的时候呢，他在浙江大学啊就有演讲嘛，那学生们就问了一个问题，我想都是我们这些书迷啊、影迷啊会发问的，就是问他说了，他笔下的这个主角到底谁的武功是最高的呢？你会觉得是谁？你会觉得是谁 ？OK， 我给你选哦。那有令狐冲啊、袁郭啊，还有萧峰。那当然啦，还有郭靖大侠，我也是非常佩服他的。OK， 那
他到底金庸他是怎么回答呢？他说武功最高的就不好说了，因为每一个笔下的都是一个灵魂人物嘛。他就有说郭靖的武功呢是很好的，算是第一吧，虽然是选郭靖。哎，我本来以为说他会选择杨过啊，还是令狐冲啊等等的。 OK， 那当然呢，他有说郭靖呢为国为民，所以他是很佩服的。所以如果你有看的话，你会发现呢，那个郭靖的精神真的非常的正义。那我想呢，就是金庸呢老人家他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个贡献的付出呢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他的这些作品呢也深深的会留下来，然后甚至留到后代未来，然后呢也是名留青史的。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杨丞琳，因为我觉得他近期呢有一个大挑战，他要拍的这个作品呢也是非常棒的，因为他要拍真人真事，这是更难了。对演员来说，演绎真人真事的故事是非常大的挑战。近日杨丞琳就戴上了假发，并以一身民初服饰出席新戏的开镜活动，在戏中饰演台湾著名导演刘丽丽。为此 Rainy 表示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定妆上，而且这一次是新的尝试，她希望能拍出好作品。刘丽丽导演她一直是短发，但因为我碍于代言洗发精的关系没有办法剪掉，对，很可惜，因为我本身其实也是很喜欢短发的人，但这一次也试了好多好多顶的假发，就为了最贴近刘导，对，所以觉得能够用不同的样子让大家看见在戏剧上不一样的状态，我觉得很棒，而且更棒的就是真人真事，因为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我觉得演员要演到真人真事真的是很不容易，他的挑战一定是更高更大。这一次的剧本改编自琼瑶笔下的一篇散文，内容描述两位导演刘丽丽和董金湖以及董金湖原配王梅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Rainy 表示刘导生前非常的低调，他只有照片作为参考，加上刘导经常烟不离手， Rainy 为此也只好苦练抽烟，也要打算开始就是每天在片场要夹着一根烟，因为刘导有个特色就是抽烟的部分，那我真的不抽烟。之前在《红衣小女孩二》学抽烟，我也是就从此以后更加的痛恨烟的东西。但是这一次又要配合刘导的个性，所以我可能要讨教片场很多很多位烟枪，就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指导我。而 Rainy 这次的合作对象有世元界、黄佩嘉。三人首次合作，随着剧情发展，三人过后得化妆扮老，对此三人都非常的期待。追热娱乐焦点，最新艺人的动态，全都在爸爸六十室。大家好，我是王俊。Merry Christmas, Clara. Godfather. Your gift this year will be something you'll never forget. 目光四周，令人惊艳的空灵小女孩 Mackenzie Foy 长大喽。这次呢，她独挑大梁，演绎了迪士尼真人版童话电影《The Nutcracker and the Foreign》。电影改编自德国浪漫主义的作家经典之作，讲述刚失去母亲的少女 Clara， 因为在寻找母亲遗物的时候呢，无意间进入了奇幻国度，而开始了既惊喜又冒险的奇幻故事。The Land of Snowflakes.The land of flowers and the land of sweets. But in the fourth realm, this is where our troubles began. Mother Ginger started this war. Don't you know it's dangerous here?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旅程当中， Clara 呢成为了能够掌握奇幻四国的关键人物，并与唐梅仙女一起来对抗邪恶的黄江之母。那究竟 Clara 将会如何平定天下，让国度恢复平静呢？事不宜迟，让咱们一起到戏院探索这一场奇妙的旅程呗。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stop her. I've been expecting you.It's time. 我好想看啊，因为我
我最爱就是看 Disney 的这些电影了。OK， 不过先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了。OK， 那11月10号呢，星期六晚上10点呢，记得要收看 TV3 and TV7 的 Lazada 11/11 Super Show。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机会呢，可以赢取呢高达马币11000令吉的奖啊、就是礼券啊，然后呢还有旅游配套啊，还有汽车等等。仅此一天而已哦，然后你就可以体验呢最大型的网上购物日了。然后有不少本地还有国外的艺人呢，也会有精彩的表演的。记得要 hashtag 呢 #MyLazada1111 哦，因为呢可以网上购物呢也是非常棒的，所以要留意 NTV7 还有 TV3。OK， 刚刚我们不是看到吗 ？Disney 的电影。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哇哦，都是呢非常棒的这个周边的商品啦，就是 Disney 的 Nutcracker and the Four Realms。非常美，对不对？那当然啦、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你就有机会赢取啦，还有这个笔啊，还有这个笔记本啊。那说到了这一部呢，就是充满奇幻性的电影，对不对？那它的主题曲呢也是非常棒的。那主题曲呢 Follow Me 呢是非常的感动，而且呢今天我们节目尾声呢也会让大家听到还有看到的。那除了它这一部这么棒的一个电影，它的这个主题曲呢会加入这个奥斯卡的最佳歌曲奖的阵容呢。OK， 那我近期呢也有看到了一部呢，它也是呢会参与会加入这个主题曲的阵会加入这个最佳歌曲的阵容的，就是呢 A Star Is Born 这部电影了，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好看。那 Lady Gaga 在里面呢可以说是她第一次呢就是担任女主角的电影哦，而在里面的每一首歌曲你都会发现说哇是发自内心的，而且由 Lady Gaga 她的这个动人的歌声来演绎呢是充满这个感染力的。 OK， 我们先来听听在电影里头的两首歌 Shallow 还有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我们一起听听看再聊。深呼吸啊，因为在看到那个画面在听到 Gaga 的歌声的时候呢，我又想起那个电影里头的那个剧情啊，真的好想哭哎。 OK， 那这一次呢除了 Lady Gaga， 我觉得呢她的一个完美的拍档呢，很好的一个跟她就是有火花的这个男主角呢，就是 Bradley Cooper 呢，他的这个演绎也是很棒的，他可以带出了一个很写实的一面，还有爱情的美。然后我想呢还没有买票的朋友赶快去看，然后我迟一些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那今天节目尾声要送给大家，当然就是刚刚有说这部 Disney 的电影，它的主题曲有的是 Follow Me， 也是非常感动哦。谢谢你的收看，我是小玉，拜拜。I thought sooner or later the lights up above will come down in circles and guide me to love, but I don't know what's right for me. I cannot see straight. I've been here too long and I don't wanna wait for it. Fly like a cannonball straight to my soul, tear me to pieces and make me feel whole. I'm willing to fight for it and carry this weight, but with every step I keep questioning what is true. Fall on me with open arms. Fall on me from where you are. Fall on me with all your light, with all your light, with all your light. Soon you will find what your heart wants to know. Don't give up hope, for I know you are close. And all you have ever dreamed, wished you could ever be, is waiting to find you wherever you go. Believe in yourself every step that you take. No, I am smiling.